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pyro， 好几天没上传游玩影片了，来偷懒一下了，哈哈。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，就是我用了比较高画质的4:3来游玩，其实还不错，然后意外的又升回了梅花。虽然我是觉得过没多久又会被挂壁给雷下去就是了。好啦，那么在影片开始前 ，Shotgun Scaler SGK 50 S4 德国设计。一款高 CP 值的热插拔 RGB 电竞小键盘来了，活动期间于虾皮商城输入频道专属折扣码，立即享有 Spyro 粉丝专属优惠。让我们一起解放桌面空间，享受随心所欲的换轴体验吧。德国啊，哎，不要，哎，开局不用，开局不用。OK， 开局买甲，开局买甲，买甲是不是 OK。那我也买假杀，我们两个手 A， go， 对 ，Ruby， 要不？各位哥，能摸地道，能摸地道。哎，地道，地道，地道，哎，二楼，四枪，地道，四枪，二楼，地道，地道，地道，小心，屁股小心哦。快点，快点，推一点，我推一点。哎，我刚不打本血。有人跳近点了，大哥。二楼一枪。哎，二楼，二楼近点。还有两个，还有两个 ，B 二。来了 ，B 还有两个。地道看哦，我在地道里。一直过。我提供火。过了。有。跳回去，回去，跳回去。大包。哎，哇，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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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中路空。还有，还有，前面还有，杀一个！你烧你，你根本烧永泰吧你！严格 A 二 ，A 二 ，A 二啦！严格，我严格 A 二 ，A 二掉包，好了啦，进来了啦！我去比小，我去比小，再包点。好，抓一只。中路死了。OK OK OK。中路能看的都死了。太，你丢我，丢我，你龟包你。那边吗？没有，你丢的太那个了。哎，魔棒，我忘出来了。我中路丢闪。我忘出来了。我打输。M N 两只。A 二一直大狙哦。哎，为什么烧死人了？被出叫火了，好火。台湾了，你跳的太进去了，你这样没有就等于没有丢到一样。我补个人，中路没看到人。二楼补个烟，我一个 under。喂。还有一只，前面两只。三死了。还有一只哦，还有一只前面。二楼。哎，魔方跳台。魔方。我放二楼，干 ！A 二有声音哦，魔方 A 二，上个抓一只，魔方啊干，来了，记住了，很惨，魔方也是很，还有两只吧，好 OK， 我不探了，太多只。A 面两只 ，A 面还有。哎，魔方，干！丢闪，丢闪，注意闪！啊，我卡住了，干，没算好距离。魔方跟 A 面，错。等他去。好。怎样啊？两个包。老太直接打，背局，这个是背局，来了，前面有大狙，那个哪里？刚没左边左前方柱子，好，啊，但神杀小啊，啊杀小魔方 ，A 二 A 二出 A 二出来，好多人哦 ，A 二 A 二 A 二两只 ，A 一万一只，变他，来了来了。掉包，还有 B 二还有，一只，
另外一只应该不确定，应该跑了，跑走了。不确定。啊 ，T base。是啊。那边。咚咚咚。我的爆头率是零趴哎。OK。拿去啊。上野自己应该也有个爆头啊。靠靠。没子弹，靠背。二楼，二楼。好。啊！我被中路，我被打死了，中路。好了，赢了。他贴会两只哦，待会会来哦。好了，三只了，继续。哇，0-16，太精彩！哇。精准射手，看一下对面怎么摆位。精彩的一局，精彩的一局，干架生回梅花，太扯了。